就是你3岁的时候，妈妈已经发现到说你很会画画，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她也不反对说你去学画画，然后到后来你去学服装设计这个科系。以我妈妈应该是没有什么反对，反而是我爸爸会反对，因为他们一般上有可能那时候那时代、现在已经不年轻了。OK 那时代呢，有可能是他们会觉得最重要就是读书会好，然后呢才是真正的有前途，他们会这样思想。所以对我来讲呢，就不一样。我真的要读书的话可以，可是比不一般上的人，他们可以更快的去学习或者是去了解。我就会人家读一次，有可能我要读5、6次我才会明白。所以呢我爸爸呢就认为是画画呢是一种叫穷画家嘛。所以他就不赞成，尤其是我他一看到我在画画的时候不读书的时候，他就会稍微的骂一下，说为什么你画画浪费这个钱啊，浪费时间啊，浪费那个。所以呢就有一点失望了，对他来讲。那最后你是怎么克服这个问题，让他接受你去学画画，去学服装设计？其实到我 after 毕业SBM， 然后呢就有跟母亲讲，我真正的兴趣是在这一方面，我希望可以投入在这一个行业。然后呢我因为我跟我妈比较熟嘛，所以我妈妈就会跟我爸爸讲，然后爸爸就回来的反应就说可以呀，你要自己赚钱，自己去读咯，然后我们没有多余的钱或什么可以提供给我。所以我只是在这个听了这一句话呢，我就印象深刻。 OK， 既然你都这样讲了，所以我就看报纸，就直接随便就找了一份工作，然后就直接就来到 KL， 然后为了赚钱，然后将来可以踏入这一行。当时做什么工作？那时候呢看报纸就很多写作什么营业代表啊，然后薪水有多少多少啊。其实真正我不懂这个营业代表是什么来的。OK， 然后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推销员。当时也做了推销员。对对。大概做了多久？大概半年的时间。就刚好半年之后呢我爸爸就去世。然后一去世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跟我姐姐商量，说不如真正的我可以投入这行你可以不可以帮忙我付这些费啊，只是单单的3年里面。然后呢我姐姐就答应了我所以才开始投入这一行。